好，准备要来包膜了。Galaxy Note 9。Galaxy Note 9，我的是紫色的。等一下来全机包膜。那这一次它有用玻璃贴，然后我选的是这个马赛克的纹路，可以看一下马赛克的纹路。好，先给师傅包。包完了，来看一下我们这次选的这个是什么膜，马赛克膜，可以看一下各部位的细节。笔抽出来看一下，笔有包吗？笔也有包。那再看一下镜头的地方，然后正面这次是用什么？玻璃贴，它是钢影吗？不是，可以辨识一下。哦，它是滤波，就是一般讲的钢化玻璃。上面的部分，镜头的部分，镜头也有贴。侧边、下方，然后正面可以看一下这块玻璃，它上面全部都打开了，下面也几乎全满版的遮住。再看一下侧边包覆的位置，它没有整个弯下去，所以。你在装保护壳的时候，应该也还 OK。好，Note 9的全机包膜。